玛雅来打武术大赛喽！玛雅好棒棒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叫做会过的名字。那麦哇会过的名字，哎，有人用玛雅哎，好用它。OK， 天使，我们用天使的玛雅。玛雅有大香蕉，字才打错，那我复制聊天室的哦。哦，聊天室打错字喽，打打看啊！我要用我的全力来打了。一冠六 combo 是吧？他想到底多少？这样子六 OK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，哎、欸、不，我怎么消五？他是越攻越强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事了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洗个技能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很好。好，六看我，八七八七八七，哎，天降的好像比较多哎、欸，十七看我看一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关卡也太粪了吧，妈都可以打这么痛啊，这关卡是怎样？降起来降起来，我好像只剩下一回合的寿命了，因为他有骷髅头。刷塞，我们刚一进场，要是有转到，应该还是有机会过。但现在机会渺茫，我看不到，看不到那个通关机会了、啊。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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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妈呀！十四十四十四，哈，过了耶！你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吗？在最后一刻，玛雅终于想起来他是天降王的这件事了。他终于想起来他会天降了，好棒哦，玛雅！哎、欸，有美天降了，狗屁啊！能不能维持久一点啊，玛雅？一下有一下没有很刺激耶，竟然过了，太压抑了，五十亿人都压抑啦。脸黑又白了，哎、欸，有那个皮卡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嗯，叠一个猪。这边感觉要磨，要磨的就会过来，对不对？这分数可以有多低？我觉得 我更好奇的是这件事。打一打。还剩多少分啊？尴尬的叠珠，哇，完蛋了，回合数有点太多了。好，心魔队，人家是黑金呢、欸。我发现武术大赛其实其他人都是假的队伍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现在才知道吗？这不是从第一节就这样了吗？你玩的是一款单机游戏啊，从头到尾都是个假人啊，一群假人在跟你打架。哦，哎哎哎，有伤害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哇，有点东西。有皮卡有输出，又骂你还在意回合数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忘？我们应该要放下回合数了，我们要求通关就好了。史册武术大赛最低分可以有几分？好，我觉得这影片蛮屌的。官方是不是没出过黑金魔队队长？如果这样讲的话，的确是这样啦。
他没有出过一个一开始出来就是以魔队为设计的队伍。我们第几关了？第四关了。我们这边是开爆发了。对，舒服舒服。好，再开个盲呀。我觉得可以嘞。这是不是来转一下？它是什么？燃烧十个位置。那我还是开这个好了。会怕。木小汉还是没有出过魔队为主的黑金，但现在很多约是那个倍率膨胀都被魔队了，甚至贾比尔也被魔队了、啊，所以其实他们终有一天都会变魔队的，只是时间长短而已。呀，我该开那个开九凤凰在这个天降哦，太惨了吧！哦，可以破石成金，然后，哎，我也可以看，看这个，哎，可以，舒服舒服，带走，这应该带得走吧？这个应该随便打都过吧？妈，这么强，黑金哎！等等，玛雅可以打四亿，那刚刚昌碧在那边打2亿，在嗨什么？玛雅可以打四亿耶！哇，玛雅做坏了吧？这强度，C 呀、啊，各位，哭啊！哦，再来一个，哇、哦，我们。至少打得赢一队，玛雅还是有用的。C， 哎、欸，没有玛雅了，我的战友，我还是直接买好了。白袜了，哇，打四亿耶！啊，他这最低评分是多少啊？是 B 是不是？还是多少？我打、欸、C 比 B 还低耶、欸，那我比 C 还低的吗？是低吗？比 C 还低的是低，好像有绕口令呢、啊。有比 D 还低的东西吗？那应该是 E。好，在干嘛？这个应该评分不知道到多低耶、欸，可是 C 应该算高的吧？可能是 F 吧，到底谁会打到 F 啦？连玛雅都可以打到 C 了，这到底谁 F？ 而且，哇，无情碾压玛雅，太扯了吧！哇，哇，这把有机会打个 S 吗？如果玛雅都可以 S 的话，那这游戏真的坏了。哎、欸，啊，没有洗技能啊，大家看错了。你不要拿 D， 他有什么队？怎么可能拿 D？ 太荒谬了吧！他是用小魔女当队长啊？怎么可能拿比我还惨？标题：玛雅也有 C， 哎呀，听起来在开车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比 D 还低的应该是云吧？哎、欸，过了，太扯了吧！这关卡是没什么难度啊，太夸张了，真的！玛雅这个强度应该下修，怎么做那么这个强度？简直就是，他简直就是想要让倍率崩坏嘛，这个、不能再膨胀下去了。所以我恳求大家跟我一起联署啊，我们一起向官方言上。玛雅该下修了吧？这强度你敢信？这一路碾压！我还要不要抽其他卡片？我今年有这一张，我是不是就够了？对吧？哇，这强度过分了啊！过分烂了、啊！开个龙科，
无情碾压，无情碾压，天哪，这强度！睡觉了阿豪，这位是为什么叫我睡觉、啊？打到一半睡觉是怎样？那是什么？官方好的，也许玛雅欺负这种烂怪，有损玛雅颜面。什么烂怪？他打起来也是很吃力，好不好？尊重一下。欸，这会一波带走吗？这有可能吗？有可能我玛雅今天写下历史拿 A 四吗？有吗？玛雅，这一波我们一波，我们一波来，玛雅，有有有有有有 ，view vi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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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iew， 哇，这天降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了，22，玛雅也想 A 四，玛雅。您今年的梦想我帮你达成了，打武术大赛 S， 有没有可能？开始公布成绩，请开始你的表演，妈呀！你看 S 吧，这个打法。这是我们离 S 最近的一次了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子？接下来我们要打凶兽，哎，完蛋了，这最难的，玛雅过得去吗？有进步，A 还可以啦 ，A 还可以啦，再加油啊！这代表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。再拼拼看，看有没有办法这把来个 S。3000分才 S， 哇，尴尬，好像差一点了。一定是你名字没有取玛雅，我乱取的啦。红红，晚安，等你一片的屈辱，好。晚安，晚安。妈呀，这强度太恐怖，是不是做坏、欸？是不是？跟鬼一样啊！我搬月称妈呀为最强二一金、哦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完蛋了！哎、欸，这个模式可以用魔法石复活吗？打不赢还想吃石头啊？从 C 变 A 变小了。这一个，我觉得这一把应该还会再变大，可能会到 D 之类的。我看这个抓痒的程度，电池没电了。妈呀，竟然能上 A， 太强了吧！岩上向修，岩上玛雅。哇，完蛋了！这个模式不能吃石头哎、欸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哦，有准到。但这好像是，这不是自残盾哎、欸，这个是要打伤害的哎、欸。完蛋了，这打不出来。哇，这个我感觉要在这边要再磨五回合了。多笑一坑，啊死了！要再打一次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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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不要立 flag， 一二三，好可以可以，我想要一次打够啊！妈，天降给力点！哎呦呦，这波有感觉。是不是？看那个，哇！看皮卡跟鬼一样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！要停在火焰的地方，好。12combo，
哦哦哦，有感觉，你们有感觉吗？哎、欸，皮卡真的是超 carry 的，整场都靠他在 K。不过没想到这冠军要打两回合，皮卡拯救世界，我天哪！妈呀，我不要皮卡，你要啦！妈呀，听话，带上皮卡，不然会输。等一下，还有库里头，然后这是第四关，所以我们在一关就可以毕业了。我们开这个好了，然后我想要开那个、欸。我想要可以，我开九风王，打爆他，排猪，不要小暗猪就行了。好，这边这个我们应该也是可以办得到，排猪不小暗猪，就这样，应该可以带走吧。这根本是玛雅的升华，难怪这么难。哎、欸，又没天降了。他说在克数也没办法打出个一个亿耶，太惨了吧，真低惨。变身，然后我在想这里开皮卡这个技能好了，这样比较伤害比较高一点。来咯来咯来咯，这一把我想这样应该就会过了吧。来看一下伤害多少，我们来拼个伤害好吗？大家要不要猜一下伤害多少？我出估可能有个十亿吧，我很看好玛雅，应该有十亿吧。没有十亿的话，我就宣布玛雅就是仓管咯。玛雅版就是仓管。等一下，玛雅，你要不要变成仓管？你自己选择啊！你要不要打个十亿给大家看一下？哇哦！聊天室该刷一波哇了吧？该哇起来了吧？你妈怎么可以打十亿？是不是坏了？是不是坏了？十亿都皮卡打的，但这种他有他逼耶、欸、我们是不是现在是在挑战一个收集各个英文字母的挑战啊？我们每一个字母都打到了、欸、接下来什么差一是不是？接下来我们打一好了，我们打到冠军赛了，你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吗？冠军赛，各位妈呀，冠军赛，哎呀，冠军赛，天啊，这武术大赛，天啊，太有难度了吧，太有难度了吧？怎么那么难？这武术大赛太难了吧？害我不得不用最强当今最强黑金来挑战呢、欸！哇，这难度真的是难哦！天哪！哦，话剧摄影，话剧中不能再话剧的演技，剩下 F 了。今天是感觉这个马戏团是不是很简单啊？我眼睛已经在欺骗我啊！一定是太强了，要下修啦！玛雅下修，玛雅下修，我们已经举起玛雅的法锤了。水火木同等盾，我记得这样。玛雅的法锤是什么？听起来蛮色的。玛雅的法锤。哇、哦，这天降有哦，有福哟、哦！我不会吧？这不会又拿个 S 了吧？哇、哦、妈呀，你这个深藏不露哦，你这招厉害哦！有哎，妈有感觉了，他整个天降起来，他整个天降到有 feel 了。话说，我们好像现在一个字母没有拿到，那就是。S 对不对？消除所有水，好好好，所以我们差一个 S 对吧？妈呀，该让观众看看什么叫 S 了吧？什么叫玛雅拿 S 了吧？我觉得这把有机会哎，会一路冲到底哎。
我们看到这个听众的感觉，哇、哦，23，妈，真的想拿 S 了，没有人可以拦住我的妈呀！哇，这强度该下修了吧？一路碾压什么滋味？玛雅终于在武术大赛找到自我了，这是他的小天地。但各位，原来我们都误会玛雅了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道理的一句话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人要放在对的位置，你才能看到你自己真正的价值。我想玛雅就是这一个名句的最好实践者了。你看，平常我今天看到。这个地狱级，哇，玛雅怎么那么废？回去打好仓库啦！我们真的要放那个卡片，要放对位置。你看，武术大赛简直，这玛雅的优势不就发挥出来了？天哪，这强度，你们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吗？打到王冠了哎、欸！要过了吗？要过了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历史性的一刻，各位！历史性的一刻，各位！哇，玩神魔学道理！哎、欸，怎么是四个 combo？ 但应该这会有 S 吗？它是不是有其中有一个评分叫做时间啊？这时间好像超标了，好像有点打太久了，还是会拿个 D 啊？不应该是 S 吧？玛雅，我相信你。他说 S 罩杯会不会搭到有点过分？玛雅就是，玛雅就是有无限可能啊，他可大可小。今天他想大，他就天降多一点；他想小，他就不给你天降，就是这么任性的一张卡片。所以 A 到 S 他都可以掌握。讲什么？这多少啊？给我喂，你这，嗯。差一点啊，哎、欸，打完了哎、欸！哇，最后还是没有 S， 可惜了。但没关系，你们看到玛雅的实力了吧？这强度太过分了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为玛雅按个赞，给玛雅一个赞。